是虾青素，我是冲之少年，蹦蹦蹦，我们是火之猎者，很开心今天能来到爱有计划社。我叫小可爱好了，哎呦，我好像撕烂他这张纸。出生年月你们都是多大的呀？我2000年的呀。你2000年的？对啊。我为什么这么诚实啊？写好了。是写自己的名字是吗？等一下。快点。我的微博号我要写上。帅洋洋，昵称力哥哥，对对，担当，体重担当，兴趣爱好，在河边跟老头下象棋，给我起步，走吧。面试官您好，我的名字叫管乐，我是来自于十二星宿风之少年。我在队内的担当是队长。我生日是2000年。没有给大家开个玩笑，其实我的真实年龄是1994年1月16日。我的兴趣爱好是唱歌、跳舞，然后喜欢做饭。平时有机会就是给其他朋友们做饭。平时，你吃过？你吃过我的黄焖鸡是吧？还有一个面。吃过的都说好，人都说好吃吧。我觉得他们也不敢说不好吃，我觉得不敢说不好吃的，我觉得他们都应该很敬畏我，对，有一颗爱老的心，尊老爱幼，对他们很尊尊敬我。对，佛系养生，其实我也是佛系成员中的一名了，打坐打到晚上4、5点。然后对于养生这件事情，就是要随缘。在我的食谱里边，就是每天我会吃蔬菜，就是会吃那种青菜，就感觉一天不吃青菜，我觉得我今天就不养生了。然后在每天睡前就可能会吃一粒多种维生素，什么52种啊，就是各种 A B C D E F G 的那种，觉得吃一颗下去，我觉得哇，我好营养。我觉得既然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那既然我和我的室友分到一块了，那就是命中注定的，就是上天就是定好了这段缘分，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想法。我没有想要珍惜这段缘分。对，我叫许明真，来自浙江衢州，生日是1998年12月3日，射手座，兴趣爱好唱歌、跳舞、打游戏、运动、打篮球。那怎么忽略了峰哥呢？峰哥不大回答。就是全队唯一的一个弟弟，他称自己叫淼哥哥。那我们今天可以拿到一些你的小方案，这些就是兔子们的贴心小棉袄，体现在哪里？就经常叫他们俩起床了。站出来。有吗？什么？就每次就叫他，他说不要，然后他就翻过去了。不要，不要，就是不要起床。他说每次去叫他，还凶我。哎，面试官你好，我叫于崇建，今年23岁，来自香港，昵称健健。这里写了一个特别精确的兴趣爱好，做甜点啊，提拉米苏、杨枝甘露、巧克力肉圆蛋糕什么的。今天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听起来很开心吗？这句话你想送给谁？送给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很皮啊，就每天在宿舍里都捣乱。
我挺安静的。有一颗爱老的心，打坐打到晚上四五点。网络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分。父亲以及老母亲吧，我是他的家长。哦，是的，就大家搬刚搬进去，然后那里有一台洗衣机，滚筒洗衣机，洗衣机里面它不是有个槽拉出来，然后到洗衣液到消毒液到卫生纸，然后我买了三瓶，我就放在那个地方。他把衣服丢进去之后，就直接就想说洗衣液倒进去就算了啊。关键我还不知道往哪放。对，他我以为是直接从那个打开厕所倒进去，我以为。然后就告诉他，哎，这个东西地方拖出来，这里放，这里倒洗衣液倒多少，这个地方倒消毒液倒多少，这个地方倒那个柔顺剂要倒多少，然后他才会。然后然后那个，大哥，我还没来，大哥，我还是妈，只有我一个人倒。不是，还都是只倒洗衣液和消毒液。对呀、啊，不是，那你不然你洗完的衣服会很硬啊。对啊，我发现了。对啊，会很硬啊。硬就硬了，穿当盔甲穿的。那你穿在身上不舒服啊？你就觉得是洗刚洗完的原因。对啊，就洗完你穿上衣服它就软了。对。他会死得很惨，他真的会死得很惨。没有，我连他床都没坐过，我连他床都敢不敢？还是命重要，好吧？还是命重要。老师好，我叫沈群峰，今年20岁，来自江苏徐州，水瓶座，在队内的担当是火组 rap， 害怕怕高。那你长那么高？有跟他去过一次，就是他就是很果断的上去了，然后我就犹豫了一下，他都上了，我要不上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然后我就上，然后下来差点就吐掉，下来要吐就是咽回去了。想说而已，佛系养生，佛系，你是真正的佛系爱好。因为我朋友确实是因为确实是因为朋友把我教会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卢茂林，99年，真99年的，身高身高188，来，不行，188是吧？来，我们188就虚报了6厘米是吧？没有182，然后我是小可爱，每次就是他们私下都叫什么小宝贝啊，小可。他叫我小可爱，别记住，反正不，兴趣爱好打篮球，打游戏。不是印象中。没有，你没见过他们仨。我看的那个是个我就觉得跟我有点像，我那时候也会有那种错觉。莫小大，莫小大不就那个？那个，私下练，私下练给我。就是我，其实我觉得我那句话不能说，就是我写在上面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懂。